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没？角色没演过，我都看过，都看过。我是电影就看，我是个电影迷。导演，导演，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，让我也出出名。我什么？出名？啊，刚才是说走口了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。为革命工作的机会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好了好了好啊，这个就是吃面，吃面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一碗面啊。我今天正没吃饭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。来来，先定好好干。好了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，化妆、服装、道具都准备。打卤面。摄影机的位置，咱们给他。稍微记一下，好，好嘞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安静啊，安静。哎，照明组，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，光往这儿打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好，好嘞。哎，什么声？安静。别笑。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。这一段演员的戏是。你怎么给吃上了？不瞒您说，我今儿早饭就没吃，我先垫个底儿。这还没开拍呢。没关系，我看那儿还一桶呢。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去看电影。我恋爱戏。哎呦，现在是哎，导演，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。你别啰嗦了啊！现在已经8点钟了，8点了。哎，你正在吃面，你的女朋友来叫你，你吃完了面，放下碗就跑去，放下碗就跑去，就这点戏啊？哎，一共两句词儿，两句词儿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吗？我不着急。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、啊，你着什么急吗？我真的不着急，导演。我说一共两句台词，是你着什么台词？我着什么急你？好了，你别说话。哎，是。你别说。哎，我不说。一共两句台词、是你说的。我说。你着什么急嘛、哦？你等我一会儿嘛。哦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啊，明白。我说。哎，你说的，你说遍我听听。啊，说一遍。啊。就这么说，啊、你说当然得要带情绪了。啊，带点情绪。哎，你着什么急？等我一会儿呗。这个意思，你已经晚了、啊，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。歉意。哎，对。歉意感。哎，着什么急？我说，哎、等我一会儿。别哎呀，你要边吃边说。还要边吃边。你要边吃边说，真容易啊。你要。行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真的盛碗面啊，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。真的啊，真的盛，还让我吃一碗、啊。哎呀，兄弟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，看一下演员的戏，马上就开拍。好，来，米饭。要您先吃。开始，说，找什么？别急，吃的要猛啊！要猛，要猛！行，没问题。啊，对对对，吃！说，你着什么急？说，着什么急？开始说吧，你着什么急？等我一会儿。吃要猛！别急，等我，放下！好，把玩具放下，把放下，放下，好好吃去。味道不错。什么味道不错啊？面条咸淡正好。我没问你这个啊，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。饱了。这全拧了，你看不拧。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。戏的感觉，戏没什么感觉。我这怎么能没感觉呢？这个戏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，别的没有。哎，好了。
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导演，咱们这么说吧，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。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，您批评我，您骂我，您打我都行，只要能出名。我这我又说走口了，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您说说。哎，来吧，你成面吧。成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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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就这一碗了吧？真太成面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，正式开拍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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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盛满。哎哎，好，对，好好，蹲一下啊，蹲一下，蹲一点，半蹲一点，好，正式拍，就正式拍了，预备，好，高兴点。啊，高兴，高兴，高兴的。哎，您看这还自然吗？这怎么样？好了，你看，这怎么样？这个感觉要放松了，放松，不是你开拍就紧张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说